不管是在 Facebook 还是朋友圈，我们都会听到这个来自 KL 得过无数奖项的 Exim 发展商即将在槟城建的第一个新的项目。如果你是想要拿来投资这个 Joshdown 市中心的黄金地段，绝对适合你。这里是拥有正牌的短租公寓，也就是所谓的 Airbnb concept， 而且是 freehold 的哦。在顶楼35层的 Sky Pool 和 Sky Bar 还可以看到全槟城的美景呢。只要讲到槟城，肯定就会想到工大。我们这个项目距离工大只需5分钟的距离哦，就在这里啦。这里附近呢，除了有槟城著名的美食之外，还有古迹旅游景点，再来呢还有大学和医院。所以你的target customer会是来旅行的、来医疗旅游的，或者是参加孩子大学毕业的爸爸妈妈，所以绝对会给你带来高回酬资金，还有提升你的物价。来看看这项目吧。这个高级公寓在3天内已经卖了150件，你还不赶快的话就没有了咯，赶快联系我来看 showroom 吧，不要再等了。